答案是 B， 可以锁定。因为低温，低温就可以减少细菌滋生吧？你知道低温多低温吗？反而不是哦，是吗？哎，答案我又讲错怎么办？哎，说不定没有这个，应该一定是 A 啦。嗯，一定是 A 啦。应该谁？张学友。你这次补充一定要对，一定要啊！你这次补充，不然我答就先走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，你知道张秋勇平常在我们的型男那个节目里面是负责出题目的，哎，对，他是主考官，他是我们的主考官，谢谢介绍。张秋勇，你补充又错误了，先走了。